谢夏贝宁，我终于分清了消防车、救护车、警车的声音有什么区别。注意听，消防车是哇，这是消防车，救护车上面拉的是什么？病人。病人是怎么很疼，对不对？警车是抓坏人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坏喽。不是坏，是告诉坏人你完了，所以你只要在路上听到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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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是警车。